啟示錄章五節一齊讀下。所以應當回想你是從哪裏墜落的，並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。你若不悔改，我就臨到你那裏，把你的燈台從遠處挪去。咁呢個經文咧就講到動作啊，動作有咩動作啊？應當乜嘢啊？係悔改之前仲有一個添嘅，回想啦，回想啦，即係話反思翻啦，反思翻我喺邊度墜落，邊個位我跌咗落去，邊個位我需要悔改改變啦。然後我哋悔改，第二個動作，第三個動作咧，行起初所行。係啦，行起初所行嘅事，即係三個動。嗱，再講一次，第一個動作係咩啊？回想。回想。第二咧？悔改。第三咧？行起初所行。係啦。咁咧，即係話我哋基督徒都需要不斷去改嘅。我想問你，你發覺周圍啲人容唔容易改啊？好難改係咪？人真係好難改嘅。咁你當你咁推別人去翻自己啦，我哋自己又容易改咧？唔容易。努力啊！努力。但係容唔容易改呢？我哋求主加力量。係啊，真係咧係唔容易嘅，真係係困難嘅，係需要神嘅力量先能夠改變到嘅。好啦，然後下面嗰度有警告喎，唔悔改又點樣啊？發咗俾你啦，啟示錄我就臨到你了。係啦，臨到你哪裡？咁頭先我講到就係耶穌用咩身份臨到啊？呢個身份就係審判。係啦，審判官啊，佢嚟到審判嘅時候咧。個後果係點樣樣咧？燈台挪去喎，燈台我哋先話係乜嘢？教會係啦，教會挪去喎，即係教會挪去，亦都可以基督徒挪去。好啦，嗱呢度咧都係講到我哋應該做乜，同埋神會做嘅審判嘅工作。但係呢度裡面我一樣可以睇到神嘅屬性同埋佢嘅恩典嘅喎，大家會諗到有啲咩？神的屬性和恩典啊，這裡神的屬性和恩典有什麼啊？神給機會我們去悔改，又願意饒恕我們。是的，是的，接納我們的。是的，祂給機會我們悔改，祂又會饒恕我們。祂給機會我們悔改，除了給機會我們悔改，祂還要做一件很重要的事，幫我洗脫的罪。祂洗脫的罪，是的，洗脫的罪是非常重要的。仲有一樣嘢嘅，喺呢個過程，神會做一樣咩嘢咧？喺呢個過程，做個恢復，恢復要佢咧知道錯邊度，就要做翻以前冇漏做咗嗰啲嘢。係啦，好非常好嚇，即係神會提我哋嘅喺整個過程，有啲咩要悔改啊？又幫我去諗嘅，我哋有時諗唔到嘅，咁咧希望神叫我哋諗嗰時候，我哋識得。跟神的方位想，即是反思回我們有什麼需要改的，然後呢行動的時候神會做些什麼。行動的時候，譬如我們說我想傳福音，是不是我想傳福音就真的傳的？給恩高，我們是恩高其中的恩高，還有些什麼呢？我自己呢，我都是很夠膽傳福音，我傳福音的人個別都很多很多個，我搭飛機我盡量傳福音的，但是呢我有時都會有一種咁嘅心喎，呢個都係好難講嘅，呢個都係唔得嘅啦，呢個即係好多呢啲咁樣嘅聲音走出嚟喎，我要說服自己喎，幾難講都好，求主幫助我點去改，即係裡面都有一種嘅爭戰，大家有冇試過呢種爭戰啊？咁啊，神喺個過程做啲乜嘢咧？一路激勵、提醒、加力量。我哋唔肯嗰陣時咧，佢又會令到我哋囉囉攣嘅喎，硬係令到我哋有一種動力去做。原來神咧係做咗好多好多呢啲嘅工作，即係所以我哋就算睇一個吩咐，我哋做嘅經文都唔好淨係睇吩咐咯。原來神係一路喺個心中感動我哋，帶領我哋，推動我哋，拖住我哋。啊，做得唔夠好嘅時候，神都會不斷去幫我哋嘅。咁呢個就係神嗰種。是不是很好啊？神是不是屬性非常好啊？真的神是真的沒得彈的，他什麼都做齊了的。好了，我們看這個圖，因為你們都會分享討論的。這個圖呢，安全區就是我們很容易在這個區很難去改，合併區
或者咧係鞏固一個新嘅觀念嘅區，因為佢 consolidation 可以解兩個意思，一個合併，一個係鞏固，即係有個新嘅觀念。嗱，你唔好俾人影響啦。安全區可能就係、佢一壞完我就好煩，好煩啊，唔開心啊，又好慘，好慘咁啊，即係受苦啦。又合併開始，唔使咁介意，可以放手，可以反思。又伸展啦，我試下放手啦，我試下做啲以前未做到嘅。脫離區啦，脫離翻以前嗰個方式啦，脫離唔做以前嘅方式，又跟住咧成長區，我真係得勝啦，唔再去諗佢嘅困難，唔會俾佢影響，然後我可以得勝。大家有冇啲例子？你諗到你喺一個處理一個問題嘅安全區，然後跟住你點樣去有新嘅觀念，然後點樣去伸展、去脫離、成長？有冇大家有冇一啲？想到的情況啊，一間可以有小組嗰陣時候，一間你哋會可以應用。但係呢個觀念，如果你未影相，你可以影個相，因為一間你小組嗰陣時候可以影住呢幅相咧，你可以要嚟討論嘅。譬如我自己我踏出嚇、踏出去聖靈恩膏嘅侍奉啦。咁佢起初都係習慣或者敬拜咧，都係習慣。傳統唱的方法啦，領聚會啊，都是傳統的方式啦。咁咧就開始有個新的觀念咯，合併咯，即係開始有個新觀念，可以用聖靈的運作點樣帶啲人。譬如有時你見到我咪，有時我咪彈琴，你哋一起咧愛慕神啊，處理生命啊咁樣噶。咁我嗰啲種方法我以前冇做過嘅。其實我發覺我做法都同其他人唔同嘅，即係點樣做，點樣喺祈禱咧，啲人就會有安慰、有釋放咧。咁我以前都覺得。都不知道怎樣做的，那我開始有這個觀念了，那我試一下做，那開始就脫離了，脫離舊有那種唱詩的模式了，開始進入這種新的唱詩模式和新的侍奉模式，又成長了，怎樣一步一步提升。大家有沒有想到一些地方你需要去改變，而呢你發覺你有去到一些位置的，大家有沒有想到啊？你沒有想到都不要緊，一會我們就試一下去在你們的小組裡面試一下去應用，即是怎樣去應用這個道理。我們還簡單看一看經文，我就很快地解釋了。羅馬書十二章二節，不要效法這個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，叫你們察驗何為神的善良純全可憐的旨意。這裡就講到進入一個高層次的計劃。首先我想問你，你信不信神可以大大祝福使用你？你信不信？信。你可不可以進入這個計劃？可以。可以，非常好。但有些人真的覺得不行、我都是難來的，難來扶不上壁，我都是做不到的，我都是處理情緒太難了，即有些人真的會這樣。你有沒有有時有這種聲音？不行的了，我都是做不到的，搞不定的了。如果大家留意，真的會有時就唉唔想做啦，放棄啦，咁樣會有呢啲意念嘅喎。咁咧，然後我哋想進入呢個計劃，一定係乜嘢啊？喺呢度講乜嘢啊？其實三樣嘢嘅，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。第二係咩啊？唔好效法呢個世界。第三，心意更新而變化。因為我哋今次講到呢個思想嘅改變，所以我哋就特別講呢個經文，就係、是、原來唔改變。就入不到的，幾多percent的人不喜歡改啊？90%喎，係你有冇發覺呢樣嘢係真啊？大部分嘅人係唔喜歡改嘅。如果你想提升，一定要改。咁你諗下，你有啲咩需要提升啊？可能喺呢樣嘢睇到神嘅咩屬性啊？憐憫。憐憫啊，係啦。即係話我哋咁軟弱，佢都憐憫我哋。點樣憐憫法呢？有啲乜嘢？幫助我哋入呢個計劃，憐憫進幫我哋進呢個計劃，仲有啲咩神嘅屬性咧？恩典，神計劃一個計劃。嗱，如果大家以普通人睇啊，大家細嗰陣時有冇寫字咧？上大人孔乙己化3070士，有冇寫過啊？3000人揾出70個。好學生，哇！3000個，即係話2923個都唔掂，
即係七十七個點，對，正先數錯咗係七十。咁咧就即係話咧，原來係即係咁多人都唔得。咁我哋睇人咧就話：哎呀，呢個都係唔得嘅，即係唔提升到噶啦。但係神居然話個個都提升到喎，只要你肯喎，係咪好神奇啊呢樣嘢？咁個問題你得唔得咧？你以往得唔得咧？你以往有冇得好難好難提升咧？有冇覺得好難啊？處理情緒難唔難啊？係難嘅喎，但係我哋真係可以提升嘅喎。咁我自己嘅質素咧，我諗呢個質素都係鼓勵大家。我係好珍惜神啦。第一，我中意神；第二咧，我係諗定嗰樣做嗰樣，我會堅持嘅。我會堅持，比如話彈琴，我真係可以彈六七個鐘頭。嗰陣時咧，而家就冇啦，而家冇咩時間去做。同埋咧，分析到啊，佢彈得咁好，我點樣可以改善？我會堅持。同埋我咧，其實我有好多感情咧，就係、是、諗到神嘅恩典啊。但係我有好多思想咧，就係、是、我帶領神帶領我做咩，我真係會個思想帶領。就算嗰啲人唔中意，譬如嗰陣時好多人反對聖靈工作，我堅持神話係好，我一定要跟從。我就算個宗派反對我，照樣唔俾佢影響嘅。即係我個 mind， 我個思想帶領我。我太太都話我食嘢係用我腦食嘅，即係我話呢樣嘢健康我就食呢樣嘢喎。好多人唔係咁嘅，好多人就係中意食邊樣食邊樣。我係講緊我思想，我覺得嗰樣嘢健康我就中意食嘅喎。譬如有啲人話你嗰啲食嗰啲又咁淡，好食咩？我話好食，我啲原味好食嘅喎，嗰啲原味好食嘅喎。我唔中意加嗰啲味上去喎，我覺得更加唔好食嘅喎。即係呢個就係我個 mind 可以帶領嗰個人嘅方向。咁呢個咧就會有啲咩需要做，我就會決意去做啦。啊，幾困難都好，我都決意去做。咁我希望你都可以，你一間討論嘅時候討論一下，我哋能唔能夠做得到啦？我哋一齊禱告嚇，親愛天父，多謝你，因為你係喺我生命有奇妙計劃，你定義提升我哋，你有個。真係有個憐憫我哋嘅心，你會加我力量，俾我哋聰明智慧，俾我哋動力去改變。求主你使用我哋嘅生命，提升我哋生命。多謝耶穌，感謝耶穌，你係提升我哋生命嘅神嚟嘅。